市长秘书朱振轩秘书来为我们说几句话，欢迎。感谢咱朱启林，感谢咱大湾广富宫，咱的总统，咱的杨忠诚议员，以及呢，咱大湾地区，咱姐姐咱家的里长，以及呢，咱民政局我们的陈主秘，还有我们管理局我们的陈主任，以及所有咱姐姐吼，包含现场林怡景立委的特助余宏霞，还有我们市党部，然后我们永康区的主任。幸辉主任，以及咱所有咱姐姐，咱大湾地区，我们东湾发展协会，咱所有大湾地区，咱姐姐永清喜多，还有我们大湾国小的校长陈校长，以及大湾国小我们地主吼，咱家所有的小朋友，还有家长们，大家午安，大家好。好。感谢吼，郑轩啊，拍摄哦，伫这个所在，咱其实大湾广富宫，咱姐姐前辈，咱姐姐信徒大。打信徒大德吼，啊郑轩较占款吼，啊代表市长韦哲，啊要来祝福咱今仔日这个记者会呢拢圆满，啊而且呢上重要的就是讲呢，咱透过这个活动，我们的这个文化祭，然后让我们在地的乡亲，包含说我们在地，我们包含大湾国小还有昆山国小，咱家的小朋友呢，会当透过这个文化祭的表，诶这个展览吼，静态的展览，然后可以去了解更多我们大湾的历史。啊，讲定咱小朋友看了以后呢，倒去厝拢会当讲出来，即个时段吼，包含说爸爸妈妈、阿公阿妈，大家会当做伙来讨论讲咱大湾地区的历史。其实这拢是真好的活动吼。啊，讲定一寡代志，小朋友看了以后，倒去甲爸爸妈妈讲，爸爸妈妈佫无一定知影。所以，透过这个，咱嘛是兼中央透过李锦立委跟中央争取到一些经费吼，然后可以来办这样子的策展。那也为我们这一次呢，十几年来这个重要的这个建教大典呢，再增添一些多元的一些风采，啊，所以呢，郑轩伫这所在会代表市长为者吼，就予咱今仔日这个我们记者会，我们这个开幕典礼呢顺利圆满。那也要祝福我们这个文化季呢，为期一个月的文化季的这个策展呢，也可以让大家有更多的收获。啊，最后呢，要做就予咱呢建教咱这个大典呢顺利圆满。啊，现场咱的乡亲时代各位来宾贵宾呢，大家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。感谢，谢谢大家，谢谢。谢谢，谢谢朱振轩秘书，谢谢。